都有人吗 ？OK， 好，心思有入会先事，君次人先事时。各位贵宾，各位师友，我们现在举行入会先事仪式，欢迎新师友入会。国际狮子会以服务造人情为目的，是优秀公民为同胞服务的桥梁，更为发扬国外精神、增进国际友谊、促进世界大同的一个国际性的社团。当你成为会员以后，你会享受到的互助与友谊、同胞的赞扬与感激，精神生命价值。现在我慎重的请问你，是否愿意加入国际狮子会为会员？我愿意。敬请在场所有的贵宾、师友、师嫂全体起立，请不起立，谢谢。共同为今天神圣的先事时祝福与见证，请先事人将你们的手举起45度，一起朗读先事时，大家都举45度哈。先事开始，先事读。于即已制成福音国际狮子会宪章所尽之宗旨，并遵守总会与本会之章程。精诚团结，增进友谊，为服务人群，推展狮子主义，促进国家社会之进步而努力，信守不渝。此事国际狮子会300名西万区台中市福威狮子会宣誓人黄宏言，监誓人。监誓人啊。国际狮子会300名西万区总监黄敬忠，中华民国112年9月3号。好，我总监代表国际总会欢迎各位新师友加入，新师友请将手放下，来宾各位指导师友大家请坐下，感谢你们来，谢谢。